大家分享一件素面无痕又好穿的包覆内衣。我最喜欢它的背心式设计，而且它没有多余的钢条或蕾丝，穿起来超舒适的。它连背包都是做隐形的设计，所以这样子搭配外衣也不用担心会有扣环的痕迹。虽然它没有任何的钢圈，但是它里面有做这种隐形的胶条，还是可以让我们的胸型往胸肩集中，所以穿一整天就不用担心会跑背。